你们知道盲选里面最厉害的角色是谁吗？我是欧帕，魔法柳叶轩。我是艾瑞克，幻影激光。我是米亚琴，五星术。灵魂幽冥。你们都错了，最厉害的角色在这里。我是导播，再来一遍。这是你害的，你也太烂了。你让我再来一遍吗？电玩太大声。这边是导播，不要讲导播。你们知道盲选里面最厉害的角色是谁吗？我是欧帕，魔法柳叶轩。我是艾瑞克，幻影激光。我是米亚琴，五星术。灵魂幽冥。你们都错了，最厉害的角色在这里。我是导播，再来一遍。这是你害的，你也太烂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再来一遍吗？燕王太大声。这边是导播，不要讲导播。我的童年都是萌学园，可以拍一个萌学园现代版吗？怎么感觉大家都不会老？这是什么世纪合体？Totally fine. I was not injur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video. In fact, I really enjoyed it. Welcome to my life. It plays out just like a true crime. I'm totally fine. I was not injur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video. In fact, I really enjoyed it. Huh?